家人们出发去韩国。谁大清早就开启了空腹有氧啊，终于赶上了飞机。妈妈，我到了。宝宝，你终于到了。谁懂，才到就看到杀人预告。没事儿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拦姐。去民宿放好行李，姐要出柜。饿鼠了，我要吃肉，肉来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拍人生四格，看中国女人美丽。拍完去看首尔女明星，没看到，失望。第二天去七 hills 跳舞，紧张的要死，救命！浅欣赏一点吧。如果有人想害你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第三天，挑战发起，生牛肉，生章鱼，喜欢。没错，本公主回家，回家也要下雨。我的语言是无语，还好你识相。第二天晴天，去游乐场，可爱点。姐来了，姐走了，姐在跳个舞。来了，眼睛需要强点。人不能太嘚瑟，到了釜山遇到台风。但是姐要走了，回重庆。到家。